2017年的第一天，彰化市金马路有一群国中甲高中生穿着家父的背心，是真认真的协助义卖，邀请乡亲做伙掏出口袋的零钱，帮助家父哩。这是由彰化家父中心所举办的爱心跳蚤市场，所得将会转售帮助弱势家父哩等。为2013年开始，每一年新年的第一天，拢会来举办爱心跳蚤市场的活动，为日常用品到音乐欣赏拢有。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举办的家父爱心跳蚤市场，是由爱心民众将厝内无用的全新物品捐出，提供来爱心义卖。彰化家父中心也感谢各界的支持，让富裕的工作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很谢谢，就是我们在102年的时候开始发起，是由庄明显跟还有李小琪小姐，我们就是一起发起，然后运用元旦大家休息的时间，然后募集了物资。那也很谢谢家乐福彰化店，就是帮我们赞助场地，还有搭帐篷、挂布条的部分，让我们连续4年的活动都能够很顺利的完成。然后每年募集的一些物资来义卖，那所得我们再帮忙回馈这些小孩子。我们家福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，也期待大家能够掏掏口袋零钱，帮帮家福童年。当初发起这项爱心跳蚤市场的曾小姐表示，这个义卖单位来自各地，真感谢各界的支持。这次的赞助单位有从高雄来的手工咖啡，有从台中来的姓名学老师，为大家测试今年未来的新的一年有新的发展。那我们还有请到手工的布丁，然后他是专门做烘焙的，他也是热心赞助。还有从台北来，然后他从美国或者是各大地方去赞助的一些物资来赞助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捐捐口袋的零钱，帮帮这些的孩子们，还有一些从高雄的朋友们，还有台中、台北的朋友，他们都很热心赞助二手的衣物跟全新的衣物，然后都是很好的新的物资，衣服、鞋子，还有包包、娃娃，都是来赞助这个活动，然后都希望在这个小小的心意上面，能让二手的衣物可以变现金，能够帮助更多的小孩子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愿跟我们的目的。这几年来，因为大环境的关系，申请扶助的弱势离校家庭是愈来愈多。2016就有超过3700多名的儿童受到关照，真需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，帮助囡仔的童年。新彰化新闻白冰林彰化采访报道。